这个汤是猪血花枝丸姜丝汤，在煮汤的过程当中首先放姜丝，所以我们捞一些姜丝来给您看。你会看到姜丝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放花枝丸，然后就是猪血，最后是放盐巴。好，那也不用特意的去煮，就是在煮菜的过程当中，你就把它用慢火的方式慢慢的这样炖炖炖炖炖，等到菜煮好的时候，汤品也好了。好，这就是那个猪血花枝丸汤。猪血花枝丸汤，猪血花枝丸汤，耶、yeah!